大家好，这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兰卡威租了3天的小汽车，一天为60马币。我们的车子到了，他会给我们送到酒店的。这个小小的，这是一个两厢，对吗？对。你可以跟他预约，让他给你送到酒店，都很方便的。还的时候你想还到哪，你想还到机场也是可以的，只要加10块钱。这是一个马来西亚本土的一个品牌，人民币不对，马币大概在4、5万块钱这样子，小小的，是最小的一款车型，对于我们来说不够用了。我们只需要前面这一节够了，后面的是空着的，这个都嫌大。如果再小一点的，它是没有了已经。前面是这样子的，奥拓吧，跟奥拓差不多，比奥拓稍微大一点。看一下里面啊，还算宽敞啊！哇，这是后排，咦，贼小啊！这个中控台，看这车年纪也不小了，但是还行，还算干净。这是个驾驶方向盘啊，方向盘在右边的哦。这上面的话，大概就是什么年检标识啊什么的吧。还有一个很古老的把手，这是手动挡，自动挡。有一个手刹，副驾驶还行哈，还算宽敞。中国的驾驶证可以开的，然后他们再办手续，这个得说都没问题，因为它兰卡威是一个旅游的岛嘛，它必须要方便游客，所以中国人来这边开车是可以的。刚好放两个行李箱，完美。放哪里去？哎呀，右边还习惯吗？马来西亚开过了吧？马来西亚开过，我现在熟悉一下位置就。靠左行驶啊！对，靠左。我们马来西亚开车就靠左。OK，这边你可以直接越过去，可以直接插过去。对，打个警示灯。右手。对。OK。你很顺哦，你。没有，油门加满就好了。有的左边。我先体验一下马来西亚加油的感觉，因为这里油我今天加20块钱。这个车20块钱的油能开多久？对，是20块钱能加多少升？是这个吗？啊，对，没关系，OK。钱都出好了吧？9.7升，看到没有？9.7升，20块钱。这个单价？单价是2块吗？2.5，2.5。2.05毛。单价是2.05块。加完油，我们要出发了，为期3天的兰卡威之旅，下期见，拜拜。